大家好，我是奈里，今天呢要来修改这一件衣服。斜边呢要改成削腰款的。那我们把衣服翻到背面，那我现在呢要在衣服上面呢画上削腰的记号。记号画好之后呢，就是从上面呢对准记号，然后往下画下去。好，那线画好之后呢，现在我拿出剪刀，然后修掉我们不要的布，记得剪的时候要留一下缝缝。好，那这一边的斜边改好了，现在我们把衣服对折，换修改另外一边的斜边。好，对折，然后把对该对齐的地方对好。拿出剪刀，沿着上层的布，然后这样子把不要的布修掉。好，修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车缝起来就完成了。